好，我回来了，马上为大家送出今天的奖品。幺三八尾号是7381，幺三八尾号是02931，58尾号是5275，137尾号是9411，156尾号是1402。以上五位带有摩哥头像的拉瓜专用茶具和茶叶，每人一份。158尾号是2161，获得的是雨华阳光提供的电动车一辆。看看哪些朋友可以穿上我们的人民商场提供的羽绒服。0532济南的朋友说，摩哥，我就是冲着羽绒服来的，不像别人似的不直接说，男人嘛就应该直来直去的。你别说有个性，按你这个直来直去的性格，不应该给你羽绒服，我应该给你一条羽绒裤。4776枣庄的朋友说，和俺枣庄人有仇吗？关注了你3年，崇拜了你3年，支持了你3年，鼓励了你3年，手机摁烂了3个，可你那边没有动静，你实在是抱歉。因为这个每天发来的短信很多，难免这边多点那边少。你说我就是说了不算，我要说了算的话，来人啊，给枣庄这位朋友3件羽绒服，3套茶具，3辆电动车。手机尾号是2689潍坊的朋友说，摩哥摩哥你真棒，多找几个好对象，找出大批小摩哥，没声都把电视上全国都说济南腔，磨磨叨叨拉家常杠赛了。我多找几个对象，我生一大批小摩哥。行了，那我就不用在电视台上班了，先是计生委的找我，估计我就得进班房了。不过这也算是一个美好的祝愿，因为我要是达到了你这个愿望的话，我算彻底美好了。手机尾号是2993烟台的朋友说，摩哥我的电视坏了，我只好跑到街上超市门口看拉瓜，虽然很冷心里很热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这么好的观众不发羽绒服，哎，过不去啊。8979淄博的朋友说，我6个月的女儿青柔让我问问你，莫叔叔的嘴巴是不是上火长一个泡，天气很干燥，你可注意多喝水啊。咱这闺女说话够早的，不过还是谢谢观众朋友们对摩哥这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关心，确实是有点上火，可能是这两天是吧，都知道齐鲁之行那边当评委看美女，这有点上火，觉得哎呀越来越热。不过以后不打算再去了，因为这事儿女朋友知道了之后，不是越来越热的问题，我估计皮肤有的地方得越来越红，而且这耳朵有可能越来越长。好了，今天就拉到这儿，明天老时间齐鲁电视台幽默说摩的小摩哥和大家不见不散。